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5月26日 ,AC 夺冠高性价比。除了在竞技成绩上收获了极大的成功以外 ,AC 在本赛季的经济效益也同样成功。来自米兰体育报的统计表示 ,AC 米兰本赛季的薪资支出为 1.1 亿欧元，而摊销费用则是6500万欧元。总成本支出为 1.75 亿欧元，在整个意甲排名第五。然而就是这排名第五的成本支出，最后却为 AC 带来了意甲联赛冠军这样的硕果。不得不说，这对 AC 来说是双倍的成功。本赛季意甲总成本支出排名前五球队分别为一祖迹，二国米，三拿波里，四罗马，五 AC 米兰。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。